感恩茶会乐音悠扬，大爱之友陆续进场，每一位都是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的菩萨。林从奇和陈玉梅夫妇投入慈济20多年来，持续号召更多力量加入，让我们有机会当一个手心向下的人，能够建古之福，帮助更多人。感恩就是说我碰到周遭的人，几乎每位都很乐意来成就这样的因缘。成为大爱之友的背后有不同因缘。慈中的孩子林东仪现任护理师，出社会一年多就决定奉献一己之力，就把人生的第一桶金就是护持大爱台，回馈给这个社会，让这个社会再更好。还有人替尚未出世的孙子增添福慧，把善跟孝带入家庭，孙子可以当个福慧宝宝啊！我说哇，这样太棒了。对大爱台报真导正的认同，让大爱之友不断增加。听到上人的幸福人生讲座那一刻，我就认定这个师父了。其实那份感动到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。谢谢谢谢。把爱别在每个师兄师姐的胸前，就是希望每位师兄师姐把对大爱台的爱继续一个传一个的传递下去，传递下去，让爱发芽，当观众的耳目，带大家看更多世界的真善美。大爱新闻黄正明、欧阳光辉台中报道。